该说不说，金莎的这一句话肯定得罪不少肖战的粉丝吧。金莎说自己的年龄危机感来自肖战。我的年龄危机第一次就是有那个剧组就是让我演肖战的妈妈哦，我是想接的，然后因为开机的时间在往后挪。金莎说的这个角色应该是玉骨遥里的母亲，不过后面换成了曾黎，曾黎比金莎大了7岁，金莎又比肖战大了8岁。金莎和肖战演母女确实有点夸张了，不过苏丹倒是挺乐意的。我一定去。好羞耻。以后推荐我行不行？行。问题是你演肖战妈妈真的不太像，因为你太像他的姐姐，你很小。毕竟这么好的机会，万一日后凭借这个角色得奖了呢，不就实现了自己的大女主梦想了吗？一部有很多老戏骨主演的电视剧配角，和一部为你量身打造有机会获得最佳女主角的大女主的戏，二选一的话，你选择什么？我选第二个，因为第二个那个就是有机会获奖了之后，然后他就能演到就是有很多老戏骨一起演的，这种将来的机会也有。再说金莎一直认为肖战是最符合审美的男神，说出圈内三位符合你审美的帅哥：金城武、紫砂、肖战。想来想去都觉得金莎错过了一个亿，真的好可惜啊。